我今天在 K 区买衣服吧，买上那个保暖内衣，买上点，还有毛衣、棉袄、棉裤、啊，行。保暖内裤，我算个带毛的鞋。啊，行。豆豆，干啥？还有你冷得很，你都没小棉袄。来到县城了，先把那个车拿过来洗一下。哦，先放这洗，然后我们去买衣服。哦，行。好。你 check 开。进来吧。哎，就来了一个。坐着，坐着，坐着。先来来吃一个，行不行？谁上大班？去新马医院那边。都是我姐姐上大班，弟弟我上小班。先买休闲装，休闲装买完，然后再给你买一身正装吧。啊，行。妈妈。那棉袄。给个小一个牛头，电量老是空的。对哈，你洗完了脱下边啊。咋样？够不牛的呀？那再试一下，把这脱了。洗啊。有点大。这个小一点试一下。这个最小嘛，这加绒这个，我试一下这个，胳膊拧碎了，毛衣脱了吧，毛衣你要脱了就在里面，羽绒装，啊，试一下，这是羽绒的，他说喜欢黑颜色，喜欢黑颜色，黑色，哇，这个是吧，这个也可以试，哦，行，你看，人家棉服都卖15块，嗯，可以。那你没衣服了，你没衣服了，减一点点，就胖一点，胖一点，减就撑起来了。看，零点四。要黑黑的还是这个？要黑的还是蓝？啊，谁做啊？谁去？啊，谁要黑的？要黑的。和你一样。喜欢黑的。四 M 应该差不多。看看鞋。鞋靠外面看。加裤子你看他都是蓝黑色的看的，和我这一身一样，这是你给我买的哦，给我买通黑色的，要不然你就得买一个买黑色，所以我就给你买了颜色。我买的都是黑色。我有啥丢脸？老公，嗯，弟弟说太多了，都不知道要哪个，给他选一个吧。咱选颜色，黑吗？试下这也好看着。哥试下个一天不中个。啊。嗯。哎，谁关了？这个短不短？不短。不。别说啊。可以。还好可以。裤子你看是在里面的还是？上班好了吗？马上就好了。这裤子才69。你买个牛仔裤加绒的。可以，要不你要折很不能。这里面加绒的，冬天也可以穿。谁穿？要不你啊？没问题，我可以取一个给他试一下。嗯，取个好差不多的，你看一下。我看，先薅绒的吧。就这个啊。好，后面试一下。好。从大路接的。弟弟也穿好了。牛仔裤可以。裤子也漂亮。接个边也可以，都行。用一看一下，用一下也好看。用一下也好看。啊，你把你衣服脱掉单看也好看。脱掉。啊，你把外套脱掉。嗯，穿鞋不用不用啊。你把外套脱掉，效果就。逛嘞，你逛嘞。精神。这裤型漂亮。啊，你看试一下，试一下。我看这多大号的，我给他拿个小号的吧。他没有毛衣。毛衣。哦，这里有毛衣吗？等一下，毛衣有，前面有毛衣，毛衣打底都有。然后小一点的，我们看看，稍微等一下。小妹，你看前面看看，看见有没有小一点？够不你哈？他不喜欢这个。不喜欢这个啊？看一下这个是这边能穿，给老吴他也能穿。嗯，谁够不你用的？看。很厚，你买太厚的，给老吴就穿不了。我给你拿下来，你试一下。拿下来给他试一下。那个。这你穿小号就行了，啊，有点大，够不你啊？大吧，有点大。
大不大？看不到呀。不大，不大。啊，去哪了？那就脱了，把里面这个脱了，把这个穿上。不用系，这不用系。啊，这可以，挺结实的。到时候把发型再换一下，就是小伙子。你进来讲讲啊，你在门口讲的吗？哎呀，老板打个折啊，订餐在这买的。我这都是老多少钱？996。行，放里面，放一块了。啊，谢谢了。还有就是你的衣服啊，好。好。25，送两个。奶茶，可不好带啊！带下去，带就烧上。热的，喝一杯的。啊！啊！先去老人鞋店买一双吧，加厚的。哦，行，冬天买个加柔的，行。嗯，这个吗？试试看，坐一下。踩，一踩就进去了。好了，啊，这个你第一次穿的时候把这个给收进，下次就不用管了。男的鞋，男的要38吧，38。妈妈平时穿多大？38吧。能拿完不？路着，现在干净多了。哦，脸别吃路的，别吃路的，干干的。嗯，这脸认不出来，敲在哪里了？在这。洗吧，太腥了。洗吧就变了一个敲了。他打下去了。走。好，坐好啊。都睡着了，啊！你啥个是也是一脚蹬，加毛也行，你啥大小？这个一年如果换，拿去换还可以的。那么狠啊！来，我给你穿试试看。啊，对。对。好了。啊，他穿这个薄的，冻死了。这个雪现在不能穿了啊，太冷了。我前刺一下就行啊。打这里，你们这如果说你觉得这个太松了，你把这个一按，往前一弄，推了。对，然后这个放这，那你走路就不板了。然后如果你觉得太紧了，把一松，这就可以了。啊，一松就行了啊，你给松上啊。行。我们家我奶奶，我给奶奶看病。给奶奶看病？那给奶奶打针吗？哎呀，冷气痛啊。爸爸。你试哪个衣服？我在店里都替你试了。哦，你试，你家穿的好看了。可以，没戴帽子啊，这个。我自己穿起没问题。我能穿，你应该你能穿。我穿起都没问题嘛。嗯。嗯。咋样？好嘞。好了。嗯。可以。小布，我给你买啥？给你钱的钱，你啥都行买。对呀，你给我这么多钱，你啥属于钱？不是，你这家妈妈照顾娃也挺辛苦的，一天洗衣服做饭，还给爸爸妈妈都照顾了，都做饭。对呀，你拿上吧。我过两天还要出去穿，还要麻烦你帮忙。我姐还要做私产去。还要出去穿嘞。行，我收一半。你不用收了，你不用收了，不用收了，你拿了对了。我给你不多，你不用收了，你就拿一半子对了。你不用收了，不用收了，你张嘴了。不用给我了，你不是的，你找。你赶紧拿一半。我拿多少钱不啥呀？找上。没有找上，我找多少钱？你找上。你找上小姑，我过两天还要麻烦你帮忙，这事多的。嗯，没事。哎，小姑，你不拿。你不是你拿上，以后还叫你开发的吗？快，你
三。啊，你以前以前跟我妈妈还做饭肉的。对、啊，给爸爸妈妈还做饭呢，还看小孩。没听过也吃的。我出来了，到不对。哦，对。那大家都叫起来，不着急啊。